哇，你看我们现在彩椒再放进来，这道料理就完成咯。彩椒因为是我们刚刚烤过的，所以它会变得更香甜，再搭配青椒的脆度，整道料理好丰盛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微笑主厨微菜老师，擅长健康料理，坚持用好食材，而且要低脂低温的烹调，不随便添加调味料，尽量用原形食物，好不好？常有人问我说，彩椒到底要怎么处理才会好吃？很多的妈妈几乎都告诉我说，小朋友都很不爱吃彩椒。那微菜老师今天可以教大家一个 撇步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彩椒到底要怎么去籽。我的做法是直接把它切断，绕着它的这个圈圈走，完全都不需要先把蒂头给去掉，这样子我们就很轻松的把这个蒂头给去掉了，你再去这个籽就很简单。如果没有学会没关系，再看一次，我们从这个虚线的地方就把它切开，那你看到它切开里面是空的嘛，那你就循着它这个线这样子慢慢的剥开，那其实就是把这个籽给剥起来，就这样子，这样有没有超级简单的？接下来呢，甜椒、彩椒，尤其是这个甜椒，有一种做法就是直接放到这个烤箱来烤，把它烤香，甚至有些人会把皮给去掉，只留它里面比较软嫩的部分。那你也可以试试这种吃法，如果你家的小孩真的很不爱吃彩椒的话，那你就可以试试看这种方法，大概150度烤个5分钟。接下来青椒，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切法。如果说你是要拌炒的话，有些人会有一些勾芡啦，切大概3公分左右的宽度，这样子你比较容易吃得到青椒脆脆的口感。好，那我们青椒切好之后，我们现在就来处理我们的鸡肉咯。鸡胸肉它有分逆纹跟顺纹，这样子就是顺纹，这样子就是逆纹，想要吃比较有口感的，那你就顺纹切，但是如果家里有人牙口比较不好的，就请你用逆纹切，那主要的用意在这里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来炒彩椒，微菜老师就逆纹切咯。另外还有一种切法就是斜切，斜切切薄一点，口感也会比较好，尤其是做生意的人啊，就要这样子切，这样子大大片的，就觉得分量很足，有没有？甚至还有这种蝴蝶的切法，都可以让你看起来很大一片，这样子尽量一天一餐可以吃完，吃不完那反而就浪费了。好，那这一道很适合我们来带便当，它的蛋白质都是很容易取胜的，它也不容易会发黄。好，我们放一点盐巴，放一点白胡椒粉，再放一点酒，稍微腌一下，抓一下。再来就是把我们的蒜头，切片，一起去炒咯。看一下我们烤过的彩椒，烤过的彩椒我们把它放回这个冷水里面，它就比较容易把皮给去掉咯。但是通常啊，微菜老师是不干这种事的，因为我坚持要让小朋友把这个彩椒它表面的这个皮给吃进去，它其实维他命 C 是更丰富的，就这样子，把这个皮给去掉。小朋友如果比较不愿意吃的，那你可以试试这种吃法咯。好，我们先把蒜头进来爆香一下，油只要一点点哦。葱也是这个时候就进来一起爆香。那说实在，爆香其实微菜老师基本上是不太爆香的，这个油脂就会被破坏，我们只要低温就可以了。我把它拨旁边，现在鸡肉就进来咯。鸡肉呢，就是要让它有一点变成白色的，它其实只要出锅之后就会立马变白了，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微菜老师喜欢用宽口一点的不粘锅，然后有一点深度，当炒菜锅也可以当一个汤锅。这个时候中间再拨出来一个位置放青椒，因为青椒是完全没有烤过的，所以我们把青椒先放进来，淋上一点酒。好，我们盖上这个锅盖。哇，你看我们现在彩椒再放进来，这道料理就完成咯。
彩椒因为是我们刚刚烤过的，所以它会变得更香甜，再搭配青椒的脆度，整道料理好丰盛哦。彩椒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， 对身体非常好哦。这样处理是不是吃起来不会涩口的呢？搭配我们这种切法鲜嫩多汁的鸡肉，更凸显了彩椒的甜味。这道料理推荐给想要瘦身的啦，还有一些不吃甜椒的小朋友们，还有一些健身的族群，还有想要带便当的朋友，一定要自己学会做这道料理哦。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按赞加分享，也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。想要点菜的朋友们，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点菜哦。小编跟我都会尽量为大家服务。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瑞士顶级料理锅具，台湾精品家庭厨房用品，都在瑞康屋商城，赶快进入购买页面，结账前输入我的12月折扣码 VVDEC， 就可以享有影片中锅具的独家优惠哦。